你看到本儿，这个一号笔放到这样了，我脑子里就开了。我晓得，这过道的，过道本儿，你到处出不行。本儿，这一号笔放，你去开。你道的不干净好，你讲究。来，你看到本儿，这儿坐这儿的响儿，听到？里面有一个，把里面。这本儿，这本儿打开，从这儿生饭，从这儿一点过道，我就在这儿转点儿过道，里面也这样的。这就从哪个门子拖出去了？你看那，你去看子，而这边也是的。这要不然门这儿走，门这儿走，直直进别人，不离进来了。不是这边叫下儿，从这接饭进去一哈儿，这是个古道，是吗？这要不然是在中的，这个东西没治不好的时候到火葬场去的。不是这是当时烧焦，你看呢？到底还是没有这儿，有时候还是在外边，还是一直打开。你们看，你也看呐，你看到？我打开的看，就到底，这边洗手间，这一直哭的，这边是别人哭的味儿，不是？里面也有这个从井里打开，找哪个饭，水出不行。看到？不是这个卫生间。这别人哭的卫生间，而这个门外面有人，里面没有人，里面打不开。你看呢，这锁到这儿，前面在外面，而过道的在外面，这都打不开。你看呢，就这地方，一个人都哭多大个味儿？怎么着？门这真是，逼人入住的，你这看。这大的很了。